此外，市民代表魏玉成关心中华纸浆的公安问题，希望市公所能够加以了解。另外，包括了时来运转，时求不能转，以及名气小吃店周边交通顺畅，还有南滨闸门的排洪功能等等，都向市公所相关客室来提出意见。屏东明阳工厂大火让市民代表魏玉胜非常关心中华纸浆的消防安检作业，另外还有时来运转的石球转不动的问题，也要求市公所要设法解决。屏东明阳爆炸案，因为工厂非常的大，人非常的多，不禁让我感到说中华纸浆厂也有近千名的员工，那在设备设施上是不是有没有达到标准，还有没有达到什么问题？我希望县市政府能够合力来关心一下里面的设施设备。而知名的包子店要迁移到城隍庙口，届时交通动线，魏玉胜也建议市公所要未雨绸缪。很担心当下的情况造成交通堵塞，尤其是假日六日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在此希望市公所能够提前提出各种因应方案。比方可以跟交通队来提出如何要改善，再过来当地里长也能够了解情况一下，是不是争取里长的建议跟里长的想法。那再过来就是我们在停车场，不管是忠孝停车场或是县府市府的闲置土地，都能够妥善的运用，来疏通我们仁爱街这一带的交通问题以及窄小的问题，以做未来的策略考量。其他还包括了南滨闸门的排洪问题、食物银行添置冷藏保存柜等，魏玉胜都提出建议，希望市公所加以重视。记者会欢迎市报道。